18号凌晨1:40左右，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出现在监控画面当中。男子手攞工具，几次靠近电动车。等等，我喺楼上睇电，睇到唔同动静，嗱一声落嚟攞条水管。黄先生攞住一条短棍冲咗落楼，男子转身上车准备离开，但就被黄先生拦咗落嚟。我当时攞咗锁匙之后咧，佢就跪低度求我，吓我俾佢走，我报派出所咯。嗰阵佢就咩啦，就恶啦。两人扭扯埋一齐争夺电动车锁匙，搏命抢我锁匙，一手一脚噶啦，差到我条裤都甩噶啦，抢我锁匙啊！男子再次抢翻锁匙，想要驾车离开。一名路过嘅先生同黄先生一齐继续拦截。揸截咗之后咧，就攞埋锁匙，一条锁匙契翻呢间房嚟。我打电话啦，佢就连我电话都契靓啊！最终男子弃车逃跑，又拥住我，就票走啦，俾我追到嗰条马路嗰度，追唔到人啦。随后派出所民警亦都赶到现场，原来男子嘅电动车入边有两个纸箱，入边装住嘅都系电动车电池。佢带咗两个箱过嚟偷嘢，螺丝刀啊有嘢咯，一个纸皮盒就打包装嘅，装喺个电池嘅，可能就系嗰部电池就系偷咗嘅，就剪咗嘅，嗰啲线就剪咗嘅。黄先生介绍，去年10月份他屋企就有两台电动车的电池被人偷了。梗系气愤啦，唉捉噶啦，嗰啲因为我旧年先俾佢偷了我两组电池渣后，我都使了我几千银啦，大佬。旧年先我一冇了我就马上装监控啦。我怀疑佢咧斗手噶啦，打开我呢个车一阵间就打开啦，系啊好熟手噶呢个人啊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案件已经立案，将进一步追查。嗯，反正这样的人是很讨厌的。这个偷窃可是嘛？旧年个案件冇结果出来，希望今次派出所有结果，希望捉到呢个人，加强巡逻，人民群众嘅财产安全一定要有保障。